野兽派男团 2PM 成员佑荣日前在综艺节目中分享了以前宣传歌曲的趣事。他透露 Heartbeat 这首歌开头的舞蹈是成员们躺在地上，随着歌曲慢慢站起来，但因为宣传期活动太累了，总会有人不小心就睡着了，所以就必须用脚把睡着的成员踢醒，引发现场爆笑。此外，佑荣还分享了他著名的喝酒习惯之一，只要他在喝了酒之后遇到有人说是自己的粉丝或是 2PM 的粉丝，就会控制不住开心的心情大方为对方结账。他说完这番话之后不忘笑亏，要是被爸妈看到这段可就麻烦大了。逗趣的举动再次笑翻全场。